林克修仙哪家强，九重天里见仙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剑仙。既然有上次的越战法修视频，那么肯定也有越战体修视频。今天越战体修视频看来了。上期越战法修视频评论区里有一位仙友提议说，剑仙啊，你越战越的不彻底，你修为比他高。听完这位仙友的提议后，我特意挑选了一位所有战力都超过我的体修来越战。各位仙友有什么建议，在评论区可以尽情的留言，剑仙看到一定会回复，好的建议会采纳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还是请大家先来看一下敌我双方战力对比图，可以看到这位千克体修各种战力都比我高，那么我是如何越战打败他的呢？这是因为他携带的神通不正确，只带了一个盾。带盾与不带盾的区别就相当于用血蓝去打对方的血，这种情况下谁胜谁负一目了然，我就不赘述了，请大家观看后面的 PK 视频。